開心建成，你有你講，歡迎大家收睇澳門開港嘅特別節目《向選民報告》。我係今日嘉賓主持譚志強。首先係多謝琴日打電話入嚟嘅觀眾同埋喺互聯網微信發表意見嘅網友啊。今晚我請到嘉賓咧就立法會議員何潤生何生，你好。啊，議員今晚咧就會總結佢第五屆第二會期嘅議會嘅工作嘅，同埋接受市民嘅意見。嗱，我哋節目咧好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嘅，熒光幕上面已經見到噶啦，2789192，2789192，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或者通過網址啊、Facebook 同微信公眾號碼同你一齊到，你亦可以嘅，喺熒光上幕上面亦見到噶啦。咁啊，首先係咁嘅，我哋第五屆澳門立法會第二會期咧已經喺8月15日結束噶啦，今年咧就總共通過咗14項法律、2項決議同9項嘅簡單議決，咁仲有7份法案仍有待審議嘅。咁我第一段咧就問一問，首先咧想問下何潤生議員咧，你能唔能夠總結一下你喺第五屆第二會期嘅議會嘅整體性工作咧？好啊，好多謝阿譚 Sir。咁其實剛才阿譚 Sir 都講咗咧，咁喺第二個會期裏面咧，咁其實都睇到基本上咧，我哋所過嘅一啲嘅法律啊，甚至係一啲嘅有關工作有11項，咁亦都有7項嘅法律咧，係留翻俾下一個會期。咁而有關嘅法律，我哋都睇翻咧，啱先過去咗呢個會期咧，啲法律都係相對嚟講咧。爭議性比較大，咁亦都大家社會上都好關注。咁包括而家剩翻喺細一性討論嘅，有咩動物保護法啦、家暴法啦，同埋有關嘅醫療事故法等等。咁所以呢方面咧，我自己睇法咧，咁雖然啲法案係複雜，咁但係咧，我哋作為立法議員咧，亦都履行我哋嘅職責，去做好有關嘅一個嘅立法嘅工作。咁我哋未來咧，亦都會揸緊時間咧，將一啲法案咧盡快去立好佢。咁而我自己咧，亦都今日咧，亦都藉住呢個機會咧，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喺過去呢個會期嘅工作情況。咁大家可以睇到咧，我就帶咗一個圖表，咁啊俾大家容易睇到嘅。咁基本上我會睇翻啦，我自己本人咧喺過去呢個會期裡面嘅議政論政嘅工作咧，大家會睇到呢個圖表咧，我關注嘅問題係比較集中係乜嘢咧？大家會睇到嘅一個土地管理啦，一個嘅公共嘅行政啦，同埋公共工程啦、房屋啦、交通等等呢啲問題，基本上咧都係接近10%，有啲甚至係超過少少。咁基本上咧呢啲嘅議政論政咧，我係通過議程前發言啦、書面質詢啊、口頭質詢啊、媒體表態，以至我哋行政長官嘅答問大會啊、施政辯論。咁基本上咧，我嘅關注嘅範圍相對都比較廣嘅，但係大家亦都會睇到咧，我有幾部分咧係比較集中。咁所以我今日咧就亦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咧比較集中嘅幾個嘅一個嘅問題。咁第一方面咧，我相信大家都比較關心嘅土地問題。咁大家知道啦，而家我哋啲市民反映乜嘢咧？要起公屋冇地，要起社區設施冇地，要起休憩場所冇地。咁於是咧，其實土地嘅問題咧係好需要咧特區政府咧係妥善咁樣解決。咁於是我自己本身咧，亦都係一個土地同埋公共批核事務跟進委員會嘅主席。咁因而咧喺過去呢個會期咧，土地管理嗰方面咧，亦都係我嘅一個主要工作之一。咁喺呢個會期裡面咧，我哋最主要咧就將一啲嘅特區政府一啲嘅閒置嘅土地，我哋通過我哋委員會嘅一個嘅跟進咧，基本上而家嘅情況咧，咁我諗大家會留意到嘅，18幅咧已經宣告失效嘅，咁已經知道嘅資料就話已經有關嘅土地嘅承批人咧，亦都向中級法院上訴緊，咁呢個就唯有睇翻將來法院嘅判決係點樣。咁另外一方面啦，大家比較關注嘅有16幅原來係可歸宅嘅一個嘅土地咧，後嚟喺6月份咧，6月中旬咧，我哋嘅司長上到嚟，我哋跟進委員會就話啦，原來有16幅咧放生咗。咁放生咗之後，當然咧我哋唔放過啦。哇，點解原來可以歸宅，而家變成咧唔可以歸宅？咁於是我哋亦都要求政府咧，要放生嘅理據原因清清楚楚，我哋向社會向公眾交代。咁於是咧，而家到咩程度咧？就由廉政公署去一個專項嘅一個嘅調查，對於呢16幅唔可以歸宅嘅土地，原因係乜嘢？點解面積佢嘅用途等等？咁呢個我哋亦都咧密切留意住廉署嘅一個嘅報告。咁再者嘅應該仲有5幅咧，政府亦都宣布咗咧會喺近期裡面咧會宣告失效。咁但係我哋而家到而家都未知。咁我亦都希望政府咧
盡快去公布呢個嘅資料。有九幅咧，而家就正在喺一個嘅最後審議嘅階段、分析嘅階段。咁我亦都希望政府能夠加大力度啦，去快脆啲啦，因為大家都期望啲閒置土地能夠收翻之後，可以解決我哋住屋問題同埋一啲公共設施嘅問題。咁再者嘅113幅，當時政府嘅一啲嘅所謂一啲嘅未好好利用嘅土地咧，其實仲有65幅咧，我哋會繼續去追政府，唔該你遞交呢個土地嘅一個嘅資料。咁呢個就話喺過去呢個會期裏面咧，係土地管理嗰方面。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就係大家亦都好關心嘅。見到我哋咧而家公共工程，我就用呢個圖表就表示乜嘢咧？有四大通病。包括乜嘢咧？工期延誤、預算超支、質量參差、訴訟多。咁呢個我覺得舉例就好多啦。啊，近期比較講得比較熱烈嘅就係北安碼頭。北安碼頭差唔多十年，由原來五億幾，而家去到30多億，仲未埋單。咁呢個我諗社會真係接受唔到。仲有輕軌，由原來嘅42億，不斷咁樣變成而家142億，仲未係一個最後埋單。咁所有呢啲嘅都犯了這些通病。咁再者嘅，仲有一些公屋的質量啦。我哋而家仲有兩個嘅公共嘅房屋嘅地盤，包括望下啦，包括我哋嘅台山中街啦，都由於地庫問題，而家仲係喺度搞緊。咁呢個就延誤咗我哋居民上樓嘅時間。個地下濕水係咩問題咧？主要係個設計，當時有啲係三層，有啲五層，發覺一挖咧，附近一啲嘅舊樓，有啲又裂咗，有啲又脱落。跟住就唔掂啦。咁呢個我覺得都係我哋事先所做嘅呢個項目嘅評估勘測係出現咗問題。點解原先你唔知咧？而家到挖到之後先影響鄰近嘅一啲嘅地盤，引致就停工。再者嘅有個挖五層嗰、那個根本挖下都唔掂啦，唔啱數啊，承建商都走佬啦。咁所有呢啲亦都因為原來挖五層已經超過個成本啦。係啦，咁個數仲又多咗啦。咁所以因而咧。公共工程嗰方面咧，我哋都多次去跟進。咁而家政府抌出一個信息就話：喺整個公共工程裏面，由開始招投標、立項招投標，到去建設，到去管理，整個過程咧，其實政府咧有關嘅法律制度咧，而家係需要修法嘅。另外嘅一啲嘅政府嘅執行力咧，亦都做得唔好，監管亦都做得唔好。訴訟多，而家好多人都關心嗰個遠南灣嗰度，真係。即係機場對面嗰度，香港某富商持有嘅，已經俾政府判咗就係要刑事罪行，同埋要沒收土地噶嘛。但係究竟依笪土地而家究竟收唔收翻嘅點咧？嗱，呢個咧我諗仲可能有個上訴嘅一個嘅機會，因為仲有一個最終審法院。咁其實我哋亦都希望期待呢幅地真係將來我哋真係收翻。政府是可以盡快去規劃起公共房屋、社區設施，甚至係大家市民好期待嘅一啲。我最新嘅消息，我放生佢喎。這個我哋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啦，呢樣嘢係嘛？咁我諗除咗呢個公共工程之外咧，亦都同大家講一講咧一個好關心嘅。我諗阿譚 Sir 都係噶啦，哇！澳門嘅物價係啊。咁而家澳門嘅物價咧，大家打工仔、老百姓一講到澳門物價咧，出現咩問題咧？中間環節多，因為點解多咧？由我哋嘅食物鏈，由我哋嘅進口到批發零售，去到我哋消費者咧，哇！中間環節太多，咁所以我哋亦都要求政府咧，這個中間環節點樣去縮減、去優化，使到唔好每一個環節都增加嗰個成本。過水濕係啦，咁呢個係一個通病。咁另外咧，亦都造成一個價格高，同埋一個加快減慢。我諗譚 Sir 有冇揸車啊？我冇揸車，不過有冇石油氣屋企啊？有用石油氣啦。石油氣我哋發現係咩咧？哇！200多元一下加上去，原油嘅價錢係跌嘅，但係我哋嘅石油氣、我哋嘅汽油係繼續加嘅。佢唔止啊，佢有跌，但跌得好低，好低。因為原油140多元啦，跌到得40多元。但係我哋嘅石油氣、我哋嘅汽油冇跌咁多。佢而家200多元跌到180多元。所以大家都認為咧，這個加快減慢係有問題。咁呢個咧，亦都政府咧，我哋。因為呢個需要聯合壟斷咯，呢度監督咗之後咧，就做一啲嘢，咁啊包括咧要進口有啲嘅準照，包括咧加價之前咧要報俾消委會，亦都而家消保法做緊，咁呢個我哋亦都
期待政府啦，繼續監督住政府咧。佢殺壓力嗰陣時係一啲澳門冇煤氣啊嘛。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啦，你講嗰個問題就是天然氣問題啦。係啊，天然氣上樓講咗好多年，而家先至係鋪緊喉管。但係仲有一個重要問題咩咧？其實公屋、社屋、社屋同經屋有裏面係有有部分有嘅，有煤氣管嘅好多都有做咗，做咗石排灣已經有啦。咁但係而家出現個問題咧，就係上游供呢個冇供應商。合約出現問題，另外嘅嚟到澳門，亦都出現咗一個價格倒掛問題，即係意思話原來嗰間公司，原來我買多啲就蝕多啲，咁呢個亦都係做緊一個法律嘅一個嘅協調同埋跟進嘅工作嚇。咁再者嘅，而家我哋亦都市民話俾我聽咩咧？而家擔心咩咧？個食物走私問題，因為兩地嘅價格差異大，咁亦都造成咧呢個走私好多走私凍肉㗎，對於我哋嘅居民嗰個。食品安全，所以我哋好擔心。扎喺小腿上面運入嚟，見到好多。咁又冇經檢疫，咁但係呢個一個歸根結底咩咧？點解市民咁辛苦？哇！行去騰來騰去，就係為咗一出一入差唔多要一粒鐘㗎。就係為咗，因為澳門嘅物價貴，家庭已經生活哇，有啲啊等公屋等唔到，俾更高嘅租金。另外嘅家庭嘅開支咧，亦都受住而家澳門嘅通脹咧，所以逼不得已，佢都要哇。北上上上落落去買一啲我哋嘅食品啊，蔬菜係啦，副食品等等呢啲，咁所以呢個問題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嗱，不過唔理點好啦，我哋而家線上嘅 WeChat 有位蕭生係咪？阿蘇生，蘇生，阿蘇生，你有啲咩問題問我哋議員嘅咧？阿何議員你好啊，你好啊，蘇生聽到嗎？聽到，聽到。係。咁咧，首先咧，我喺度咧，想能夠聽你喺度喺呢一個節目入面咧，唔好兜花園 ，OK？ 希望我聽到你向而家喺我教後嘅時間，而家向大眾嘅市民，為你當初喺呢一個新經屋法投咗贊成票去道個歉 ，OK？ 由於政府供應嘅唔夠咧，身為議員嘅你，16000多票 ，OK？ 你係代表咗你係代表咗我哋市民去發聲，你有責任去監察政府。而你冇做到啊 ，OK？ 我亦都有理由去想象到，你將你嘅社團團結方眾啦，參與社會啦，關注民生，甚至乎係服務社群呢幾呢16个字，你唔知擺喺邊度 ，OK？ 如果唔係你何生嗰日 ，OK？ 你喺呢一度你簽咗你投咗贊成票嘅話，去贊成去否決一個咁先進嘅一個輪候制度，去記一個輪候記分制度，去贊成一個咁落後嘅抽籤制度。OK， 我可以咁樣講，今日就唔會有我哋咁大嘅民怨，就唔會同我哋呢啲市民與民為敵呢一個惡果。阿森哥啊，你會唔會塊面 ？Are you feel blush？OK，、okay？ 你會唔會去 resign 咧？係你俾個時間啊，你俾個時間佢答好唔好？啊，何議員。咁第二樣嘢，仲有兩樣。一個問題嚟好唔好？何議員， okay， 你先答。第二 ，OK， 第二樣嘢，咁如果喺有將來喺將來有機會嘅話，你會唔會去同大家去矯枉過正，贊成甚至乎帶動翻其他嘅你哋嘅手足去恢復翻呢個輪候嘅記分制度 ？OK， 記得啊，新哥，票債票償噶 ，OK。啊，好好多謝你啊！我哋下面仲有位婆婆嘅周婆婆，你有啲咩問題問下議員咧，等佢一齊答埋你啊，周婆婆。周婆婆有咩問題問阿何議員嘅？哦，斷咗添，斷咗線。好，你先答先啦，答頭先我哋。好啊，好啊。仲有關經屋法嘅問題先。係，咁我諗咧，大家經屋法都係好關心嘅，因為啱線咧就1900多个多户型嘅單位，啱啱線先係完成咗有關嘅一個抽籤嘅手續。咁但係咧，大家我覺得咧，而家我哋嘅核心問題咧，其實大家會睇翻。在過去10年，其實我哋整個政府咧，喺公屋政策嗰方面咧係不作為嘅。10年係冇起過樓，直至到2012年先至當時有個叫做完成嘅承諾，就係19000公屋嘅承諾。但好可惜，呢19000咧，而家時點都未能夠完成。包括我剛才所講嘅有，而家都16000多啫喎。係啦，望下又個地基又未搞掂。嗱，先講明19000公屋咧，係何可華特首嘅年代兩屆嘅，係啦。但係真係開工咧，2012已經遲咗3年。係啦，係啦。咁到而家只係16000多啫，17000啫。咁所以就話時點係已經出現問題，數量係夠嘅，因為有好多而家仲起緊，仲未搞掂。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咁但係呢19000咧，只係解決我哋以往
輪候緊嘅前兩任嘅特首嘅成績，呢啲係原來嘅一啲嘅等候嘅。咁但係啦，呢十年其實我哋係冇重新咧去公開去進行有關嘅申請嘅，關於經濟房屋方面。咁所以因而咧喺近期嗰兩次嘅一個嘅經屋嘅申請，第一次1544係一個 T 一嘅單位，即係一房一廳嘅單位，有成12000去爭，差唔多十倍。第二次就話呢1900個多户型咧有42000去爭。而家一個核心問題係乜嘢？就話特區政府通過呢兩次嘅一個嘅數量，我相信佢已經掌握到我哋市民對於呢個公共房屋，尤其係經屋嘅需求，這個已經有個數字喺度噶啦。咁亦都由於政府過去咧喺私人樓市裏面咧係不作為，任由佢自由發揮，升咗11.2倍，十幾倍。而家已經係嚴重脱離我哋本地居民嘅購買能力，根本後生又好，打工仔都好，冇可能咧通過佢嘅自己嘅積蓄或者去供款，根本冇可能。咁只有就寄望你政府嘅房屋啦，成屋經濟房屋。要回翻轉頭啦，就係頭先位觀眾問你就係你點解投票贊成嗰個法律係用抽籤制嘅？佢而家仲要求你要唔要回復翻計分制？咁你呢方面點回答咧？嗱，我諗問題咧要轉翻去咧，我哋核心問題就係個供應量不足。嗯。因為如果你供應量不足，按照以往嘅一個嘅輪候計分嘅辦法咧，只係好似之前嗰19000得個等字，等十年，因為你冇供應量啊嘛。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咁而家呢一種嘅抽籤嘅一個嘅排序咧，亦都係一個主要問題係乜嘢咧？如果我哋嘅供應量係夠嘅，持續都有供應量，其實呢一個嘅抽籤嘅制度咧，亦都能夠新舊法都一樣嘅。其實係我哋要照顧最有需要嘅人。咁其實新舊法都有乜嘢咧？就算你舊法咧，呢、這個叫做輪候計分嘅辦法咧，你係單親嘅，甚至你係一啲嘅相對嚟講唔係一個核心嘅家庭咧，亦都係排喺比較後嘅。其實亦都係要等嘅。咁總嘅嚟講，我覺得咧呢種嘅一個嘅辦法，只係最重要特區政府要解決乜嘢咧，就係一個供應量，要騰出更加多嘅土地，包括而家我哋處理緊嘅一啲閒置土地啦，我哋嘅舊區重建，我哋叫而家都市化嘅更新啦，以至到填海地。盡快去提供多啲嘅土地咧，去起多啲公共房屋，咁自然就話有供應量就有申請，有申請自然無論你係用一個抽籤嘅辦法，或者改為以往嘅，咁但係呢個要討論，因為立法會我哋嘅討論咧，亦都有一個嘅程序，咁當時大家亦都係以一個大部分去贊成呢個方式，這個方式有個咩好處咧？喺資源緊缺嘅情況底下，即係供應量不足嘅情況底下咧，能夠照顧到最需要照顧嘅人，就係而家我哋一啲嘅核心家庭，包括有老人家，亦都包括殘疾人士一個家團先照顧咗先。咁另外啦，喺下一個過程中，我覺得可以優化乜嘢咧？而家就話有8對，其實後邊嗰幾對咧係冇機會咧去抽到籤嘅，因而我又點希望咧留翻少少百分比俾後邊呢一隊伍咧去抽籤。嗱，我哋線上位周婆婆嘅。周婆婆，你啲問題要問下何議員啦。周婆婆，係啊，你哋好啊。係。我咧就有啲事情擺在心上，就碰到日常生活啲事情咧，好耐噶啦。咁今日有個機會我講下都好好啊。就係咧，我住喺北區呢度，靠近嗰個關閘廣場嗰邊廣告嗰度啊。嗰啲咧一到收工啊，或者嗰、那個休息日啦、啊，嗰啲電單車咧就排曬喺嗰個人行道嗰度啊，騎樓底下行都冇地方行，再加上咧有啲養狗嗰啲人啊，唔注意嗰啲衞生，嗰啲狗咧就排泄物咧成嗰個路都係，都唔知點行好，閃又唔係，唔閃又要怕踩。踩親嗰啲電單車咧，你嗰個巴波沙大馬路嗰度個天橋底嗰度係嘛？唔係啊，喺嗰、那個關閘馬路，關閘馬路廣場嗰度啊，嗰度啊，哇！到星期六、星期日咧，嗰啲電單車咧，三排咁樣子咁排啊，真係冇地方行，再加上咧嗰啲狗排泄物，真係唔知道我點行好咁聽。我啲老人家隻腳又唔係咁穩陣，所以行起身咧就好辛苦咁聽。
但係我又唔知道去同邊度講喎。只有咁嘅事，今日有個機會咧，我想同你哋傾一下。希望咧，我唔知道邊個部門管呢啲事情啊。如果咧，希望能夠管一下啦，同埋俾翻一條人行路俾我啲人行啦。人行道都係俾人行行噶嘛，係咪啊？係嚇，咁咧就唔好排啦。真係有陣時，對面嚟一個人，你要需要讓佢，你就靠。嗱，好多謝你，周和我，因為天氣報告嚟緊啦，我哋先播天氣報告，好多謝你。好快翻返嚟現場，其實今日我電話幾多嘅，我哋下一位第三位打電話入嚟咧就是李小姐，李小姐有啲咩問題問何遠生議員嘅咧？係你好。係你好。我想問下議員咧，點解嗰個即係我啲咧係住係一般市民嚟嘅，咁咧就啲物價咧比較高漲啦，咁我啲咧就去咗即係周不時咧都出大陸買餸嘅，咁咧大陸嗰度咧間口嗰度啊，咪好多嗰啲叫做嗰啲嗰啲棺材仔啊，同埋嗰啲咁啊標語啊，黏住曬喺度嘅，我想問下咧，政府咧有冇監管嘅咧？即係佢嗰啲咧，即係你話影好，即係好影響嗰啲啲遊客咯。因為而家咧，澳門緊好多啲遊客落嚟澳門旅遊噶嘛。咁你提到嗰啲咁嘅嘢，係咪好恐怖咁啊？咁咧就都影響我啲市民啦，出入間啦，即係自己行過睇到都好恐怖。係啊，係好恐怖嗰啲，直成心理上最作喺心理造成恐懼啊！不是心理造成恐懼喎，你依家你政府你都冇監管啊嘛，你如果你應該係政府有監管嘅，就冇可能連連埋呢啲咁嘅標語啊，同埋嗰啲咁嘅棺材仔擺喺度噶啦嘛。咁我想問下何議員咧，但係佢係一個議員嚟嘅，有冇為下我啲市民啊，好好啲監管下，督促下政府咯，即係冇影響到我啲市民啊，周不時出入啊、買餸啊，同埋啲遊客啊，即係。行過啊，即係都唔係咁好咯，好恐怖咯。特別就你自己個良心行出去都係啦，擺擺埋呢啲咁嘅嘢喺度啦。OK， 好多謝你。嗱，我哋第四位係葉小姐，葉小姐有啲咩問題咧？葉小姐，葉小姐，我就簡單講下，我住喺海邊嗰、那個海景。花園谷附近嘅海景花園，因為以前咧就海邊啊。好文明嘅係嘛？你依家咧，你見咧好臭啊！咁啊變咗我行神運啦，啲人行神運啦，又好臭，晚黑出去行啦，咧又好臭。咁我想即係希望你哋向政府提下意見咯，最好着緊啲，搞好下佢咁咯，等啲我哋好過啲咯。即係海景花園個臭味問題係咪？係啊，退咗潮好臭噶。OK， 好好。我想阿議員能不能夠集中阿周婆婆、李小姐和葉小姐的問題答一答呢？好啊，好啊。咁首先好多謝阿周婆婆、李小姐和葉小姐的問題咧。咁啊，周婆婆的問題咧，我相信咧唔係淨係關閘馬路所出現的問題，因為我哋都收到很多嘅一啲嘅居民的一啲嘅投訴咧，就話電單車的一個嘅停泊咧係有。比較嚴重的違規，基本上將我哋市民的行人路有很多都泊曬車。咁呢個我諗係從兩個方面一個就係執法方面，有關治安警察局的交通廳嗰邊要做好有關執法的工作。其實在附近都已經有警察局㗎啦，係嘛？咁我諗呢方面政府係正對面係啦，應該就係加強呢個執法。咁從另外一方面亦都講到一個源頭嘅問題係咩咧？就係我哋澳門而家嘅停車位不夠，包括電單車、包括汽車。咁所以未來方面應該點樣去加大呢一個嘅停車場？嘅一個嘅建設啦，咁因為而家其實你啲車唔係擺喺停車場，就擺喺街，
個街就得咁多啦。你泊得車就人行路咧，就自然會佔咗。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實個個持份者咧喺呢方面嘅矛盾咧，我覺得個源頭係出於咧，我哋必須係要解決一個包括車輛嘅一個嘅數量啦，亦都包括我哋而家嘅有關嘅停車位不足嘅問題。咁我諗呢方面咧，政府係作為佢嘅施政裏面一個交通範疇裏面一個部分。咁另外對於養狗嘅一啲排泄物啊、衞生問題咧，咁我諗呢個都係澳門嘅一個特色啊，我哋叫滿地黃金，好多時我哋啲市民就話：哇，踩咗之後翻到屋企，哇，臭味紛紛。咁另外啦，其實兩者之間咧，我覺得咧，亦都希望啦，我哋亦都其實同狗主冇乜功德有關。係啦，呢個純粹就話我養狗養寵物，我自己有個叫義務同埋一個責任，必須係要照顧好，唔好影響他人，包括你狗吠咬人。排泄物等等，其實狗主我覺得咧，如果能夠在自身嗰方面做好啲咧，呢啲問題我相信其實應唔應該俾個天眼去影佢哋啫？我諗，因為香港咧，你見唔到嘅喎，罰得緊要啊嘛。係啊，邊個唔揦住個鏟仔追住個狗去鏟起啲狗屎咧？即場就警察出嚟告你噶咯。如果我覺得咧，嗱，首先呢個大家自覺先啦。如果到某個程度，大家社會上嗰個聲音好大咧，真係要裝嘅情況底下咧，咁我相信亦都有過程。當呢啲發生呢啲事更嚴重嘅影響我哋啊居民嘅情況底下咧，我諗呢啲亦都係一個途徑之一。咁另外李小姐所講嘅一個買餸問題，經過有關嘅一啲嘅廣場咧，發現有一啲嘅標語啊，同埋有一啲道具啦。咁我諗呢個咧其實好。佢就話言論自由嚟嘅，係啦，但係都我哋收到好多信息，包括噴水池啦，包括關閘啦，都有類似呢啲情況。咁我諗澳門咧係作為一個，剛才阿譚 Sir 都講一個，佢有申請你唔拉得佢喎。係啦，一個民主嘅社會，大家咧都有一個表達自己啊意見啊，或者對政府施政啊不滿啊，或者對社會一啲嘅問題嘅反應，可以有好多途徑嘅，但係必須要依法。咁我諗現階段咧，仲係存在咧，我諗就係政府嗰方面咧，知道而冇去做咧，係一個法律嘅問題啊，亦或係有法而不依嘅問題。咁我諗呢方面咧，都要睇翻有關嘅法律，係嘛？咁我覺得大家嘅市民遊客嘅反應咧，亦都係收得到嘅，因為澳門係一個國際嘅旅遊城市，呢啲問題一出關你都見到啦，係嘛？咁但係又調翻轉喎。我哋去一啲城市裏面，亦都見到有啲其他嘅國家都係容許嘅，係嘛？更核突嘅都係啦，都有嘅。咁所以呢個我哋作為澳門，我哋嘅核心價值，我哋嘅法律容唔容許呢樣？咁我諗而家都存在嘅，我諗係亦都係有佢嘅情況喺裏面。咁我相信政府亦都收到呢啲信息去關心呢件事啦。咁再者嘅臭味問題咧，咁亦都阿葉小姐咧，我亦都多次去到現場，亦都多次咧喺議會裏面咧向政府反映。咁基本上咧短期措施佢做緊嘅，包括海事局會劃一啲泥啦。個問題，因為好奇怪啊，好多人喺度倒啲污水咧，從嗰度清水渠出嚟喎。因為咧，佢有個咩問題咧？好多時大廈嘅接駁冇按照現有嘅一啲嘅公務嘅一啲嘅法律或者叫佢種污水就擺落清水渠嗰度。最快最簡單，將一個污水擺落清水，清水就排落海。咁因而咧，亦都其實裡面都有情況乜嘢咧？喺附近嗰個污水處理廠咧，其實佢嗰個過濾已經到到負荷已經係飽和啦。咁必須係要未來咧，亦都喺呢方面咧，要去增加佢一個嘅處理嘅能力。咁再者嘅喺短期咧做緊呢樣嘢，長期咧我亦都提咗個意見乜嘢咧？反正我哋年尾國家亦都俾咗我哋一個禮物。水域嘅一個嘅管理，其實嗰度我哋睇翻咧，啱啱有一個死位嘅，可唔可以將來我哋填埋佢咧？因為由 A 區翻落嚟我哋嗰個東北區咧，而家個交通情況，我哋睇翻個圖嘅一個，其實嗰度搞暗渠可以，係啦，唔使搞明渠嘅。上面我可唔可以填咗佢多個陸地？然後跟住條渠有遠伸咁遠伸咗，伸咗出去。咁我諗呢啲咧，其實我哋行出啲皇朝廣場，大家唔知記唔記得？以前都一個臭水溝嘅，冇錯。後嚟咪喺上邊。封佢之後，抽走啲冇事啦。咁所以政府方面咧，我覺得佢亦都我繼續會跟進嘅，睇睇佢未來對於我所提出嘅水域管理之後咧，可唔可以填埋呢一幅地？等到將來 A 區翻嚟東北區咧，有更加多嘅道路網，就解決而家我哋翻嚟弊啦。由港珠澳大橋出翻 A 區，如果 A 區去翻東北嘅話咧，而家嘅路徑係唔夠嘅。係冇錯。將來我得一條馬長北邊大馬路嘅啫，就類似而家我哋黃朝去西口岸得兩條路，
但係當然咧，仲有個外環路啦。咁但係始終大家都喜歡用嗰兩條路。咁但係就而家就塞得好犀利啦。因為城市嘅發展咧，而家基本上車輛多，亦都而家基本上得羅理基同友誼。係啊，咁所以呢方面咧，我覺得阿葉少，我會繼續關注嘅，同埋要求政府短期措施做好佢。啊，我亦都去到現場睇過。咁其實現場咧，我亦都向民署提咗咧，裡面有好多嗰啲樹啊、老舊嘢，同埋一啲嘢生曬鏽啊，我亦都要求佢咩咧，遊過佢。啲樹嗰啲有人話俾你聽咩咧？有蛇，真係蛇喎，唔係嗰啲偷渡嗰啲蛇喎，因為佢啲草叢裡面咧，佢民署佢冇去做一啲清理。咁於是有一啲神文客話俾我聽，朝頭早見到蛇。其實嗰區咧，如果大家有機會都可以行啊，唔錯嘅嗰度嚇。我成日行嗰度。係啊。嗱，咁啊，黃小姐喺線上嘅，黃小姐有咩問題問何議員嘅咧？好。係你說，你講啊。喂。你講啊。我係自黑山南海景園嘅。我又係海景。跟住咧，即係海堤嗰度咧，嗰啲臭水啊，污染到咧好難聞啊，搞到我哋嗰幾。谷賴嗰幾棟嗰啲市民咧，即係食好臭，臭得好犀利咯！即係我希望你哋咧點處理嗰度咯？點處理？嗱，好多謝你啊，黃小姐，我哋下一位俾阿李生啊。你好，你好。李生有咩問題問何議員噶啦？係你好。啊，何議員你好，我想請問下咧，其實嗱喺近期澳門就發生咁多嘅事件啦，包括咧啲所謂嘅賭廳嘅存款啦，亦都牽涉到啊海一區嘅事件啦。咁未來其實澳門一路睇落去呢個咁嘅形勢咧，個經濟嘅方面咧，真係令到我哋中小企都好擔憂，因為澳門政府嘅政策咧方面咧係有好多疏漏嘅地方。咁但係你身為議員嘅咧，其實你喺啊過去亦都追過好多次咧，一個建築嘅問題啦，因為佢舊區重建也好，或者佢一啲居屋也好嘅問題，你哋都提出咗好多嘅建議嘅。咁但係都建有建議就有啦。但係都係監管嗰方面咧，始終都係好似有個疏失咗，但係都做唔到。我哋澳門市民咧都好希望由你哋議員嗰方面去保障我哋，即係俾一啲意見咧，政府啦去保障翻我哋小市民，我哋嘅財產啊，各方面嘅投資嗰方面。咁睇下你阿何生，你對一個所謂賭場嘅存款同埋呢一個海一居嘅事件咧，你哋點處理咧？我諗到我李生，我哋仲有好多問題俾下一位問啦，好冇？一陣間同一答何生，我哋電話上面仲有何生嘅，係你問咩問題？一間一齊答。譚博士，晚上好，阿侯議員你好，你好。咁啊，我經常咧都喺立法會嗰裡面咧都看到你呢位廣大市民嘅利益咧發聲同埋表現咧都係令人滿意嘅。咁喺遺憾嘅咧就係立法會裏邊咧，你哋係直選嘅議員咧，嗰個提案啊。都好多咧，都好難通過嘅。佢得三分一就先講明嚇。係啦，好難通過。咁即係市民都好失望啦。咁啊，因為咧大多數咧都係委任啊，同埋間選。加上一啲係嗰啲權貴議員咧，佔咗一大半，差唔多八成。你哋得三成嘅七成，就係扯攬啊！你都唔夠人扯啦，阿何議員係嘛？咁啊，我覺得咧希望咧無論點都好，希望咧阿何議員咧，你喺立法會裏邊咧，真係係做實事講真話嘅，即係我哋市民係知道嘅。咁啊，但係你點樣講真話都好啊，政府都未必係聽你嘅意見，因為佢始終都有啲壓力嘅，有啲權貴議員有啲壓力，佢都係做嘢都冇話幫你哋真係。唔係，我諗啲結構性問題大家都知嘅。係啊，你有咩具體問題要問阿何議員啦？咁即係我即係我希望咧我希望咧就同埋咧，我覺得咧立法會裏邊咧，好似咧好似分咗兩派咁，一派就係商人，一派你哋直選嗰啲社團嘅，咁啊對表民意嘅，一邊咧就係對表嗰啲做生意嘅個利益問題。咁我覺得咧裏邊咧真係好似佢哋嗰啲委任嗰啲咧質問政府咧，政府嗰啲官員咧。因為好似咧都彈曬雞咁啊，都有接納，有岌頭，有點頭，有跟進，好快舉線。但係你哋嗰啲咧就研究咁啊，即係拖都係拖。咁我覺得好似好奇怪，裏邊點解立法會裏邊咧真有兩個階級嘅咧，係嘛？咁啊，無論點都好，成敗由榮。我希望阿何議員咧，你啊繼續努力啊，勇往直前，更好地為澳門街坊服務，為市民服務發聲，讓澳門咧明天更好。多謝。
係好多謝何生，不過何生嘅問題唔使點答咯。啊，葉王小姐嘅問題就同葉小姐一樣，都唔使點答。要答一答啊，第六位李生嘅問題啫。好啊，咁但係都多謝啊王小姐啦，啊亦都咁關心呢個喺海景園附近嘅抽水問題啦。我剛才咧都答咗啊葉小姐，我會繼續跟進嘅，亦都政府答應咗要做啲乜嘢，包括短期嘅同埋長期嘅，我都會跟進。咁阿何生嗰個亦都俾咗好多嘅一啲嘅意見同埋建議啦嚇，我都mark低咗，亦都好多謝。咁至於話李生嗰方面咧，亦都係近期啦兩個問題啦，一個就海一居問題，一個就係賭場存款嘅問題。係冇錯。咁佢唔係賭場，係賭廳存。賭廳存款係啦。賭場同賭廳有分別㗎，法律上。咁就我諗咁。如果賭場存款位冇問題啊？嗱，咁我諗裡面咁咧，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就因為如果講呢個問題，如果海一居嗰度咧，如果有大家有留意今日我喺。報紙裡面都有一個表態，咁海一居嘅問題，我覺得而家好關鍵係乜嘢咧？政府要盡快出嚟要表態，因為有4000户喺度。係啦，咁但係而家政府就話啦，正係喺3C裡面好重視去傾緊呢樣嘢，咁但係我亦都期望唔好拖太耐，因為如果拖太耐咧，其實作為3000多户嘅小業主，個心大家明白嘅，真金白銀買咗個樓，而家突然之間話個土地到期。不俾佢起收翻，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作為小業主，佢哋幾千個呢個小業主咧，明白佢嘅心情，好理解。咁但係另外一方面亦都睇翻咧，我哋凡事要依法去進行有關嘅工作。咁從海一居嚟講咧，我覺得對於小業主嘅保障咧，無論係民法典或者樓花法咧，都係有保障嘅。咁但係當然啦，可以告嗰間公司啊，係啦，冇錯。而家間公司走唔甩，點解咧？佢係香港上市公司，冇錯啦，冇得走噶佢。譚博士好了解，其實佢冇得走嘅，所以小業主係我覺得喺佢嘅權益係有保障嘅。咁另外一方面處理呢件事咧，其實因為相對比較複雜，最重要而家政府未有表態，喺呢個批准佢起到而家呢個到期，其實睇翻資料咧，有9年嘅時間，佢個工程。嘅一個利用期咧係有8年，其實一般起樓咧，大家知道嘅48個月4年，乜都夠曬啦。我哋一般都係2年3年，係咪？我哋啲公共房屋石排灣，你睇下2年嘅時間搞掂，咁所以睇翻呢個時間咧係足夠嘅。咁但係亦都睇翻佢發展商所披露嘅，佢哋由於中間裡面政府拖延佢個批積，冇錯。咁但係調翻轉啦，政府又話：喂，你唔按照有關嘅一個嘅街道準線圖，冇按照現行嘅一啲嘅法律，亦都拖慢咗。咁所以就話啦，公説公有理，就婆説婆有理。咁唔係，我覺得政府係啱嘅，因為點解咧？呢間公司起咗全部屏風樓嚟㗎，你睇個前面幾間樓盤都知㗎啦。冇錯冇錯，咁所以呢啲政府係有佢嘅一個責任。政府 reject 佢係正常嘅喎。咁但係而家就社會咧議論紛紛乜嘢咧？政府未表態。發展商亦都未有出嚟去講清嗰個問題。唔係發展商而家好清楚，就攞住呢差唔多3000多户做人質嚟要挟你政府。咁所以就話咧，呢個問題我覺得政府盡快表態。另外咧，其實現有嘅一個嘅法律，我哋睇翻咧，其實處理呢啲個案咧都有幾個路徑可以行。咁啊，一個就到期收翻，可以再批給，咁但係再批給咧，其實佢有2條路徑走嘅，一個就批翻俾原來嘅，咁睇翻啲法律咧，同埋以前嘅個案係有嘅，咁但係必須要補交補地價價金，一分都不能少。第二條路徑係乜嘢咧？收翻之後公開招標，因為新土地法講明咧，再有土地咧係公開嘅，咁但係當然啦，公開招標咧，大家會諗翻啦，有冇人去做另外嘅嗰個計劃？小業主拖的時間更加長，因為合約嗰個已經唔同咗嗰個組合啦，買賣雙方。另外嘅亦都出現有原來嘅一啲單位，係咪就嗰啲單位？咁所以就呢個問題相對會比較複雜。複雜好多。咁再者嘅銀行嗰方面咧，亦都有提到。重新做按揭。係啦，亦都重新做按揭，有個複雜性喺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覺得政府嘅表態係好重要。咁但係站喺小業主，我覺得大家都同情嘅，即係買咗突然之間冇都唔知點樣點辦。咁所以我覺得呢方面要盡快要去政府要去披露呢件事，要有個表態。咁另外一方面咧，對於呢個嘅賭廳嘅存款問題咧，我覺得好歸根結底有乜嘢咧？我哋發展得太快，我哋嘅法律法規跟唔上，政府嘅監管能力不足。其實呢啲問題，我相信政府冇理由唔知道。
咁但係點解等佢爆咗嘅情況底下，仲發覺好似冇乜辦法？咁呢個我覺得就必須係要我喺我哋嘅中期檢討，要將來真係一個好考慮。另外嘅現行嘅法律法規，我哋係咪可以快少少去完善翻佢？包括對於中介人嘅一啲嘅監管，佢要咩資格？因為我聽翻啲中介人講，求其阿貓阿狗冇犯罪記錄得㗎，係啊，都可以成立一個嘅我哋一個嘅中介人，甚至一間啊賭一個裡面嘅貴賓廳。咁呢個監管就不足啦。咁而家呢啲問題，我覺得係需要咧。而且仲有美國而家最新披露嘅資料咧。就告緊嗰間賭廳，就話賭廳表面上嗰個持牌人咧，其實就唔係真正老闆，老闆係另一個香港人。冇錯啦，所以呢啲複雜問題咧，作為我哋特區政府一個龍頭產業，特區政府嘅法律監管係不力，係唔完善。另外，我哋嘅政府官員有冇做足功課？有冇做足功夫？有冇真係能夠使到佢個運作係規範？咁所以我覺得藉住呢今次呢個中期檢討咧，喺呢方面係一個重點嘅。當然咧，其他一啲嘅非博彩元素點樣去增加，使到吸引更加多嘅遊客嚟澳門啦。咁另外一方面嘅，亦都係一個好好契機咧。趁而家咧經濟適度多元發展，2008年提到而家啦，7年時間，我哋見唔到任何嘅成效。咁所以呢方面，我覺得亦都係個契機咧，可以推進呢個適度多元發展。包括而家我哋金融業喺個 GDP 表現唔錯，亦都可以通過澳門咧呢個特有嘅地位咧，喺未來嘅金融業方面咧，我哋係咪可以做發展一啲電子嘅一個嘅商務等等啊咁樣？嗱，我哋而家廣告時間先。嗱，好快翻返嚟現場，今日都幾多電話嘅。我哋而家下一個電話就劉先生嘅。劉先生，你有啲咩意見或者問題要問何議員嘅咧？啊，你好啊，何議員你好啊，三姐你好，系，劉生，大家好。即系咧，我覺得，即系我住喺九場對面嘅，我即系我想問一問，即系九場對面啦。即系我本人係住喺九場對面嘅，我想問一個問題。住喺北面定住喺西面？呢兩面唔同嘅喎。係，我即係你聽我講埋。北面係日麗花園，西面係筷子基喎。啊，我即係。我住喺啦對面啦，即係得喺屬於筷子，即係北面嗰邊啦。咁就即係我想講講先，你認為咧係九場應唔應該收翻嗱？九場今年就到期㗎啦，你認為應唔應該收翻呢幅地咧？即係話起公屋，如果九場咁大嘅起身，起碼有10,000+個公屋啦。九場實際而家都冇乜用咧，平時得嗰幾隻生枝狗喺度跑嚟跑去。啊！我尤其是喺對面啊，夜晚黑啲狗叫聲咧，簡直係鬼哭神號。簡直即係嘈到你咧，晨早啊3-4點鐘咧，佢就叫醒你噶啦，係個鬧鐘嘅，即係好，即係根本上，即係我想問一問議員，你認為應唔應該收翻呢幅地攞嚟，即係攞嚟起公屋又好啊，或者起其他啲咩體育中心、大樓、綜合體育中心啊，起政府大樓都好啊，即係你認為你認為值唔值得咧？即係問一問你。嗱，好多謝劉先生，我哋好多電話，我哋俾下一位阿黃小姐問問題先。黃小姐有咩問題咧？你好，譚博士。你說嘛。哦，那個何議員你好。你好。我想跟何議員選一下，就是最近這個房屋抽籤問題哈。我們的那麼多年輕人呢，陪跑。根本沒有年輕人。都是核心家庭，但我也不反对核心家庭，他这种形式很不对头的。因为您在万九单位的时候都请过我女儿去您那里做过访问，就是访问年轻人，也很关心年轻人。我想您在位，在这个议员位上，怎么监督政府，怎么会为青年人讨一个公道？好吗？房屋问题，因为他们都是厅长啊。现在都20几岁了，你的私楼这么贵，你的金屋又不建那么多，你政府又不抓紧，怎么样青年安家落业啊？是不是？我希望希望何议员给青年人都做点主了，啊，谢谢您。好，我哋下一位啊，陈生，陈先生，系你好。你有咩問題要問我哋議員啊？佢統一嚟睇你。係你啊，譚博士啊，阿何議員。係你好，陳生。我想問咧，頭先咧就有個視頻嗰、那個啊，同你講緊。個蕭生嗰位。係。阿蘇生。係講緊嗰個視頻嗰、那個講緊嗰個房屋嗰個抽籤嗰個制度。咁你知唔知而家即係你就投票咗啦？而家話抽籤嗰度，但係完全透明度唔高嘅。
簡單啲，而家嗰啲市民去到咧十個九個嘅，因為我今日都有去，我同我朋友去，去到四萬幾就抽咗萬九，咁咧有個抽到19,005嘅，咁啊佢就以為咧個萬價唔好彩啦，抽唔到啦，咁剩翻五個，下一次一推出係咪輪到我咧？即係個心態係咁樣嘅，原來唔係嘅喎，又重新又抽過嘅喎，咁佢點樣翻去同屋企人交代咧？屋企人話又有咩計劃咧？又要等幾多年呢？咁如果開頭唔係你哋即係贊成咗呢個抽籤制度嘅，咁人哋有個期運五，可能冇話咁近啦，12,000啦，咁啊仲有10,000過到佢啦，咁下一次有機會我再等一年兩年。而家個無聊期嘅，要交幾多年租捱貴租，又唔知乜都唔知，咁係咪希望你何議員你即係再睇到而家情，同埋透明度完全高啊？問十個九個佢都以為我排咗業。20,000+10,000+，下一次咧一有一推出就輪到我，原來全部又要抽籤，同抽籤之餘仲要重新又要第二個表格，又要審批過。咁係咪？嗱，我好多謝陳生。OK。我哋仲有一位嘅吳小姐，最後一位。係。有咩問題，吳小姐？係你好啊。喂。喂，你講啊。係你好啊，咁樣咧，我係阿張嘅啊。我想問一問你哋嗰個依家我哋政府，我哋嗰啲市民就好關注嗰個輕軌啊！依家起個程度咧，咁啊，即我哋咧就即因為咧所知咧就係、花費咗好多個億都搞唔掂，咁樣日後嚟講，即依家係咪想問一下係咪依家係咪重新嗰啲建築商再重新去計劃過，定係再拖落去，定係幾時完成？有冇個限期咧？請問我想現在呢就很多電話又來了，有四個人的問題的，第一個就是九場，第二和第三個就是收籤，第三個就是輕軌，麻煩何議員逐個答吧。好，很多謝剛才四位朋友，包括劉先生、黃小姐、陳先生和吳小姐。我想首先就劉先生的問題，九場的問題呢，其實我覺得社會發展呢，其實土地的用途尤其澳門呢是非常之珍貴和緊缺，我覺得每個時期的發展不同呢，政府必須是要有一個的規劃，心中有個數，而我們市民需要些什麼，我們這麼珍貴這麼稀缺的土地做些什麼。以九場為例，九場當然在過去為澳門呢亦都有一個特色，我都做到六年嘢，係啦，有個特色，咁但係有啲感情，不過但係冇忘記，而家好似阻住地球轉喎，而家冇錯啦。咁喂，我哋全社會市民都希望起多啲公共房屋、社區設施、服務大樓等等等等，甚至運動場，因為最近我啱先去一個學校裏面，佢話嗰個氹仔嗰個運動場落雨打風漏水，運動會要改去室內，揾室內慘啦，澳門揾室內唔知幾難揾，咁所以其實運動場係好缺乏，咁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就話政府一定有個判斷，咁但係而家政府已經出咗聲啦，俾一個短期嘅一個續約，佢再去做一啲嘅諮詢，揾一啲嘅獨立嘅一啲嘅調查單位去做呢樣嘢，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必須時間。雖然他定了，但我覺得是太長，不應該這麼長，還有這些這樣的情況不可能等他到了期才去做，為什麼我們政府的事經常都是人家不罵你就不去做去一些的諮詢，去做一些的分析，為什麼我們在做之前我們不會想這個問題先呢？到期前我們其實之前已經分析了，咦，應該我怎麼辦，現在不是反過來站在那裡，你有人吵我的，我就拖拖啦，研究一下先啦，找一些獨立機構，我想這種作風要改，政府是吧。另外黃小姐關於那個房屋問題呢，我剛才都有介紹到，不過我這裡再講得細緻一點，就說其實現在最重要是什麼呢，就是說我們要增加這個的公共房屋的供應量，因為這個供應量如果是足的話呢，無論是用現在的這種的抽籤亦或是用之前的一個的計分，如果大家試想一下以前那個計分，如果我沒有供應量的，大家就白等，有人等了十幾年，以前已經有經驗告訴我等了十幾年，並且有些還更加慘的事呢，其實澳門的樓市呢2003年的時候最低的那時候，個個就看著了40,000-50,000的那時候，我本來買得起的，但是由於我在公屋的一個的等候名單裡面我就買，點知政府而家十年都唔起，咁咪已經錯失個機會啦。咁所以話，這個問題咧，點解而家係用呢一種嘅方式？我覺得
不要呢方面咧作為一個主要，更重要政府已經係知道有幾萬。其實香港都要行，香港就抽籤啦，係冇錯。譚博士，我啱啱都想講。香港呢個制度有咩好處咧？係啦，你睇得個市要入啦，啱啦，等公屋啦。嗱，其實咧，因為我有啲親戚就係咁嘅，2003年、2004年睇個市開始升啦。有理冇理破內再講，冇錯。所以呢個情況咧，我覺得咧，而家呢種處理咧，個核心問題供應量，供應量足嘅，我覺得用抽籤又好，用計分都好咧，先至係一個嘅一個分配嘅方式。最重要，政府已經掌握咗有40000多啦，唔該你盡快，剛才講嘅騰出土地，起多啲公共房屋，清曬佢先，清曬先去解決問題。咁另外年青人嗰方面嘅比例咧，短期可以做啲乜嘢咧？其實我哋每一次咧都有個量嘅。咁而呢個量咧，我哋先照顧核心家庭啱嘅。但係我哋係咪抽一啲比例出嚟？